记住，人直先升高，揿落去，唔系用手，手其实冇乜力嘅，因为你只手其实伸直咗嘅。我哋压嘅时候系用核心，一、二、三、四，嚟一次，OK， 一、二、三。好，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灰啦。唉，真係好耐冇见啦，我都好耐冇见阿豪啦。我哋上次几时见啊？都有半年。半年啦，我哋上次拍教学 B， 已经係六月嘅事啦。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呢都仲未解封啊，球场咁我哋都仲未有得打篮球。但係我之前呢就剪咗条片啦，就係以前我做球员嘅时间啦。其实嗰阵时我断咗左脚嘅韧带㗎啦，但係其实经过训练之后呢个状态呢可以话是仲好过之前嘅，因为多咗好多核心嘅训练，咁所以令到力量方面呢其实比以前更加好嘅。之后有好多网友问我呢，啊我都断咗韧带，我可以点样操呢？即係受咗伤之后可以点样操呢？咁而有好多人就係话，啊而家冇球场，我有冇方法可以照样练到核心呢？嗱，今日呢我哋呢就会做呢步伐嘅训练，一啲核心嘅訓練，亦都係咧你傷咗腳之後嘅康復訓練嚟嘅。咁呢啲訓練咧，今日嘅訓練咧，你可以喺屋企照做嘅。而我哋今日喺户外做，一來啦，陽光更加舒服。咁二來一樣嘢，陣間我哋都可能會有少少測試嘅，有啲產品測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同阿豪教大家點樣用核心做步伐，唔係普通就咁做步伐，我哋係要學點樣用核心去做步伐。好啦，首先咧我哋要解決了一個問題先，有很多人咧都話到今日咧仲未感覺到點樣用核心壓核心壓彈嗰個力量嘅。咁我哋依一個練習咧會再比較更加容易 feel 到如何用核心壓嘅。依個練習一定要兩個人嘅，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要感覺點樣用核心下壓嘅力量。首先我一個人攞住個波，腳唔好抹太闊 ，OK。半步半步成一步距離，托住個波，你都係，係啦，唔好，係啦，唔好撞腳就得噶啦。然後你雙手擺喺上邊，係啦，然後向下撳，用力撳，係啦，用力撳，好停。嗱，見唔見到阿豪咧？用力撳嘅時候咧，個人斜咗嘅。嗱，呢個咧就係用重心壓啦，亦都係咧你陣間做訓練嘅時候，如果你用重心帶你個人向前嘅話咧，你嘅訓練效果係減半嘅。我哋系要用核心压，就系、是、个人升高，系啦。我哋呢度核心，你可以嗱睇住放松系咁，升高嘅人系啦，然后向下揿，向下 good， 系啦 ，keep 住嗱，唔系揿下揿下，唔系泵波，唔系泵车，系一路 keep 住揿，系啦，挺起个人啦，系啦 good， 然后我哋一齐数一、二，一齐数三、四，一齐数嘅原因咧。繼續數，一齊數的原因就是我哋要慣性核心用力，然後要呼吸到。你一路講到嘢就代表你好慣性用核心用力啊，就唔好閉氣，明唔明白？十九、二十，係啦，仲係有少少斜，但係 OK 嘅。調轉，係啦，記住人直先升高，撳落去，唔係用手，手其實冇乜力嘅，因為你隻手其實伸直咗嘅。我哋壓嘅時候係用核心。一、二、三、四，嚟一次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 feel 唔 feel 到个力量好强？嗱，唔系靠手，即系手你会用到力，但系其实咧，当你嘅手伸直咗嘅时候咧，你用嘅臂力咧减得好紧要啊！我哋重点系靠呢一度，呢个位置开始揿佢落去，系啦，呢度。啱啱 feel 唔 feel 到呢度用力 ？feel 到 ，OK。二十秒转脚，系啦，你要报仇啦，好似啱啱咁，系啊，吓亲我嘅 ，Go。一、二、三、四、五、六，我唔会俾你报到仇啊 ！Go。十一，挺直。12，系啦。13，14，15，16，17，18，19，20。好啦，如果你做得熟咧。核心除了向下，有向上的，是不是按不到下去啊？
甚至用臂力都按不到下去嘛。我們就是靠這個力量壓彈彈腳腕，一二三，一二三，跟住壓彈，是啦， good， 再來壓壓彈壓彈壓彈，放鬆個膝頭，是啊，壓彈壓腳腕，腳腕 feel 到跟平時有少少不同。你以前跳，我們用大腿跳，你的意識是用大腿跳的話，很大程度呢重心往了前，剛剛你沒有往了前，因為你核心一壓彈呢你沒有往前，你射波的力就會再穩定一點。投籃的時候，射波的時候，我們下體的力量，我們下半身的力量傳上來，不是靠肌肉，是靠筋膜，所以它連住的地方力量就會傳出來。所以我們用筋膜發力，你要比較有意識一點用筋膜發力，不要用肌肉發力，用筋膜發力。所以剛剛你平時跳呢，你沒有想過用腳腕的嘛，是的，你剛剛發不發覺，你再試一下壓，這裡壓，這裡用力剛剛按下去壓彈，是的，是的，射完球壓壓，是的，明白嗎？就是這樣壓彈，行不行？我建議你呢，如果你有這麼大的空間，你想練呢，你可以這樣的，個球放在這裡，升高的人壓彈，前臂伸直，將個球拉回來， OK， 你要直接自己接得回的，拉得回來，因為沒有球射嘛，大家現在沒計，唯有可以這樣練，壓拉回來， OK， 壓拉回來，企定接得回的，你都可以這樣做這個練習，是的，嗱，斜曬啦，啊，拉翻落嚟，系啦，失敗啦，出嚟哥，你用呢度發力壓落去，你諗住壓落去，系啊，嗱，你咪直啊個波，而家個波咪直啊，我之前就屈寬咯，嗱，屈寬有咩唔好咧？你屈寬咧，中前嘅機會會比較大，會過腳尖多啲。嗱，你記住，俾指令嘅喺呢度，唔係呢度。這個給指令壓，他們會就他的，因為指令在這裡，但如果你的指令給這裡的話，你這裡是鬆的，明不明白？所以不要很有意識在這裡發力，我們這裡落的時候他會 support 他的了，隊友來的嘛，明白？膝頭哥、大腿，就算臀部肌肉都是核心的隊友，明不明白？如果他做教練呢，他就不動的了，他動呢，他做教練呢，他們成隊動，清不清楚這個舉例先？好啦，那我們在步伐訓練開始之前呢，之前一開始我們說了，我們今天會有產品測試的，今天我們就有 AI Shield Liquid Glass，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是一個最新的技術，可以幫你噴波鞋噴手袋的，那它除了好像一般的噴膜產品，它可以防水防污之餘呢，它現在最犀利的技術就是它會有一個細胞刺穿技術，那它就可以有效地殺菌和殺毒的，尤其現在疫症，所以呢這個殺菌的技術就非常之緊要了。它除了可以噴在波鞋之餘，其實在手袋上面，如果你噴一些皮手袋，它都會有效地防止這個霉菌的生長的。當你噴了 AI Shield for Sneakers 的噴膜之後呢，因為它有防菌的技術，所以當你做完運動或者出完街回到家的時候，會減低了你的手接觸到球鞋上面細菌的機會了。而且當你的鞋放入鞋櫃的時候呢，亦都唔使擔心發毛。所以如果你有收藏波鞋或者貴價鞋嘅話咧 ，AI Shield for Sneakers 就係你護理嘅不二之選啦。所以我籃球咧，我哋一嚟到都噴咗噶啦。咁而我哋嘅波鞋咧，就琴日開始噴咗噶啦。因為咧，佢官方就話佢要十個鐘嘅，我會再用風筒啦去吹下佢，因為加少少熱力吹下佢，吹乾佢啦。咁其實我覺得籃球係要噴嘅。之前我同阿豪咧一齊去練波打波嘅時候咧，我哋隻手咧，因為咧我哋隻手會爛曬噶。當你喺室內場打得多，室內場嘅地板係好污糟嘅，因為佢哋一個月咧先大洗一兩次嘅啫。好啦，咁我哋咧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步伐訓練啦。咁首先第一個入入出出就係入去一
二、三、四，入入，出出，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明白，系啦 ，good， 好，多次，好啦，今次咧，记住唔好用你嘅重心带你往前，挺直，核心下压，先咁样，用住啱啱嗰度力，记唔记得？压落嚟，系啦 ，good， 用住呢度力。如果你有朋友同你一齐 train， 不妨任何时间就提一提自己，压落去。压落去，用翻呢一个力，好啦，用住呢个力，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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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唔明白？准备，系啦 ，good good， 保持呼吸，阿豪，知你闭咗气啊，系咪啊？估到你啦，知点解啊？因为大家去厕所就会用呢个力。嗱，你啱啱睇到阿豪咧，当佢刻意地用核心发力嘅时候咧，个人咧系会比较更加直嘅，同你普通就咁嚟，试下放松做多次。用重心做的 ，go， 系啦，你见个人是斜前的吓，明唔明白？系咪你的力量都不同啊？你攰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发唔发觉？系啦，所以记住，我哋一定要逼自己用核心发力的，如果你做熟了啦，开始惯了的时候你可以加运球下去的，咁就一路带波入入出出，带住个波，哇！今天草地好难拍波啊！明唔明白？你可以加運球落去嘅，試下。係啦，繼續。係 ，good，good。係啦，咁如果你想練好你嘅啟動步伐同埋你只腳嘅靈活度咧，這個練習係非常之咁有用嘅。如果你想屋企想練呢個步伐，一般屋企咧其實都會有階磚。咁我哋而家呢度就一格一步。你如果屋企嘅話，地方比較細，可能一般三格到四格。你就一格两次，明唔明白？一、二，明唔明白？你咁样做就得噶啦。我自己屋企都系咁做嘅。如果你大格就三次啦。第二个练习就系咧，我哋一般会受伤，韧带受伤。就是大部分就因为我哋重心向前，啱啱有讲过啦，点样重心令你向前，同核心令你向前有两样唔同嘅。我哋咧就要将你向前嘅重心咧拉翻正，特别系年轻嘅时候，大家都系重心往前噶。首先喺敏捷梯出边，我哋就系咁样做，一、二入晒去，三、四出翻晒嚟，然后再去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系啦，三四 good， 一二三四 good， 系啦 ，OK， 好啦，尽你最快嘅速度，核心用住力 ，OK， 一二三四，阿豪试下核心出力 ，go， 系啦，嗱多一步，系啦 ，good。因为咧呢个向后做嘅练习咧，好少人会向后做嘅喺敏捷梯，
但其實向後做是非常之咁重要的，要將你的重心由往前都很緊要的重心拉翻向後。其實我哋大部分的出力，如果你要用核心的出力咧，我哋是反動的，反動即係咩咧？重心就很直觀的，你向前，重心向前；核心咧反動的，你向前，向後發力的，不是向前發力的。所以你如果要練到核心出力，或者你打籃球要用核心，你受完傷，你想改變你的身體、你的重心，你一定要由這個步伐練習開始。記住是向後，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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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唔明白？唔好俾自己嗰一步停太耐。呢個咪就係你嘅重心唔穩，你唔係用核心，你用緊重心咯。跟住嚟緊呢個步伐練習咧，都係防止你重心往前嘅，就係咁樣睇住，一、二。一二，明唔明白？錯咗啦，再睇一次啊！再睇一次，大家再睇一次，慢少少。一二 ，OK， 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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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這個就係因為咧模仿翻你打籃球，你有重心腳。有重心腳，隨時轉換重心。點樣可以隨時轉換重心？就係你要用核心。試下，變咗跳，係。再嚟睇一次，一一，嗱兩步嘅每一都係，再試下，係啦，唔係你變咗跳開咗。即是你变了变了这样，不是，看多一次，入入，看不到，好难啊，因为呢你以前是用重心啊，这个不是用重心，这个只能用核心啊，是啦是啦，好难快嘛 ，Go 一二一二，唔好跳唔好跳，一二一二一二，再嚟个，记住一二，用核心压住，核心压住个人，唔好中前，明唔明白？系啦，都有少少系跳啊，去到临尾。你屋企咧一樣可以咁樣做嘅，又係啦，你當有三格範圍，一二兩次嘅，兩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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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似嘅，我屋企都有做，但係記住喺屋企都要著翻鞋，又或者喺瑜伽墊上面做，如果唔係對你個腳板咧嗰、那個骨咧負擔會比較大。啊，今日我哋做咗三個步伐訓練。簡單的，但是呢三個咧都是有效地控制住你的重心。第一個敏捷，大家都往前噶啦。第二個開始向後咧，就是將你的重心拉翻向後。而第三個就是
防止你的重心往前，所以呢你看阿豪做不是很做到的，因为这个一定要是一步一步去训练的，没说一日之内得的，即是成日都讲不要用重心，不要用重心，不要用重心，记住我们核心是反动的，所以最后那一个呢是反动，因为只脚是在后面的，你再向前，所以你为什么那么难做就这样。我第三个那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做多少分量呢？我个人建议你呢大约做五次为一 set， 你一日呢就每一个动作可以做一至三 set， 即是十五次，每个是十五次，得唔得？大约每日做的话就大约二十到三十分钟，做完晒一 set 即五次之后先进行下一个动作，你可以来回一个三个循环或者一个循环都得，咁就睇大家努唔努力啦。记住呢三个练习屋企都做得嘅，可以攞住个篮球，令你更加有意识，就是我哋更加有意识，唔好往前。啱啱阿豪都系咁样攞啫嘛，唔系你试下攞住咁样做嘅。OK， 就算你向后都是的，拿住做的。我们今天在户外做呢，得地不平坦呢，它其实你消耗的力量是特别大的。另外也可以训练到呢你脚腕呢那个平衡力没那么容易拗柴。那当然啦，去完户外之后对鞋就实污糟啦。我们今天有这件 product 的嘛，现在我们试埋最后一个啦。第一，我们试下拿水呢喷返干净对鞋，看看个防水效果 O 不 OK 啊。其实我觉得这支东西挺好的，又可以防菌，所以我连我的女儿的鞋我都搏命噴的，难得有件波底在这里。好了，现在这支 AI Shield 的 Liquid Glass 防菌防污防水的，如果你今天看完这条片跟着以下这个优惠码，它就会有特别的折扣优惠的了。好，今天完，我试一下了，我试先。哇，是好水滴、哦、不是、啊、可以噴得挺干净，不是它的防水效果都 OK、啊，因为它有层膜在上面。阿豪你试一下，这个皮的质地一定是最好的，哇，干净了。你 feel， 最后你 feel 个鞋头有没有湿，你喷晒的了嘛，是不是？试一下抹干净了。平时出完街你就这样抹，因为你这只就是沙，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污粉的质地，它的窿是大一点的，可能喷多两针、啊、你这个要。他建议说什么喷再噴，隔了四個小時再噴多一次，所以你這隻的話就應該噴完一陣，隔四個小時再噴一陣就會穩陣一點。好、oh, OK， 我噴兩陣咯，再噴一幫你完、yeah!